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东方药师如来。南无东方药师如来。南无西方阿弥陀如来。南无西方阿弥陀如来。南无过去迦摄如来。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南无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宝。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宝。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南无大般若经。南无大般若经。南无大佛顶首楞严经。南无大佛顶首楞严经。南无妙法莲华经。南无妙法莲华经。南无金光明最胜王经。南无金光明最胜王经。南无三藏十二部。南无三藏十二部。三乘法宝。三乘法宝。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南无龙树菩萨。南无龙树菩萨。南无智者大师。南无智者大师。南无灌顶大师。南无灌顶大师。南无湛然大师。南无湛然大师。南无优悉传灯大师。南无优悉传灯大师。南无偶益大师。南无偶益大师。南无涤贤大师。南无涤贤。南无净权大师。南无净权大师。南无悟空上人。南无悟空上人。南无一切菩萨声闻缘觉。南无一切菩萨声闻缘觉。贤圣僧宝。贤圣僧宝。为一切如母法界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圆满成佛，圆满成佛，愿众生俱乐及乐音，愿众生俱乐及乐音，愿诸众生离苦及苦因，愿诸众生离苦及苦因，愿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愿众生离亲疏悉平等。愿众生离亲疏悉平等。如悉诸善事。如悉诸善事。
先发菩提心，先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复次循序住，菩萨诸学处，菩萨诸学处，如是为立身，如是为立身，我发菩提心，我发菩提心，复与诸学处，复与诸学处，次第勤修学。第八知位次，既修事善，助开原理，必可证入无生。但若不知位次，岂增上慢？未得未得，未证未证，仍要堕落。如有比丘得第四禅，自以为已证阿罗汉果，临终阴境现前，遂生邪见，毁谤佛法，未证阿罗汉果，不断后有，因此堕于地狱。又如摩羽菩萨受菩提记，初发心菩萨不知是摩来受记，信受摩说，于记取着，其增上慢，变成魔眷。所以必须明知位次，无所冒滥，不生增上慢心，方可入道。最近我这里也有这个啊，有一个弟子就是啊，开店的啊，因为这人很好嘛，结果就碰到有个人来啊，来说他是他啊。前世是他师父啊，这世找到他了啊，你这个还给他啊说佛说过的，说这个时代就怎么怎么样，所以他现在就是要让大家一世就成道，这一生就成就啊。我一直也没搭理啊，前两天我在说，我说啊，他前世是你师父没让你解脱，这世说保证让你解脱啊。这个，哎，甚至他们谈论我，他也说啊，传习法师哎可以，但是他就欠缺一个受记，啊，他说，这意思就是要不要约一下，哪天来帮我受记一下，啊，啊，就是，嗯，我解释就是这个啊，我就看到这个，那有这些啊，嗯，一个人要想那个了，你看，不容易啊，嗯，好，下面继续读。圆教的位次在六集一章中已有详细说明，不必复述。初住已去，已破无明，已见佛性，绝没有再起增上慢的过失，所以要明知位次。还是在初住以前的事，初住以前是五品与十信。五品是随喜、读诵、讲说、兼行六度、正行六度，出随喜品，又有无悔法门，这是入佛法的出门，最为重要。在知位次中，最需要勤修无悔。这一次再一次的就讲到啊，这个无悔法很重要。无悔法没有修，你这个随喜都随喜不起来啊！无悔是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怎样忏悔呢？智者大师说：忏，名尘路仙恶；悔，名改往修来。佛智遍照，佛慈普摄，我以身口投佛足下，愿世间眼指佛正我忏悔，我无始无量遮佛道罪，无名所逼，不识正真指佛法，从三界系动身口意，起十恶罪，三宝六亲，四生五道，做不饶意事，破发三乘心人，造五七逆，自作教他，见作随喜，应现身后受诸苦恼，
如三世菩萨求佛道时忏悔，我亦如是。自佛智遍照到这里，都是行者对佛忏悔的话。伤己昏沉，无智慧眼，发誓语时，声泪俱下，至诚真实，五体投地，如数崩倒，摧折我人，摧破折服我人之见。众恶清天，诸恶消灭，是名忏悔。怎样劝请呢？劝请有二项：一是请转法轮，二是请佛注释。智者大师说，佛若说法，众生得涅槃证，设未得者，岂令受世间乐？佛若普许，则一切得安，一切众生皆得安乐。我欲一切罪苦易除，自己的罪苦也得消灭。如辩情语，我有少田，自沾甘润。这是请转法轮，我今请佛饶益众生，如大聚火，莫止变化之心，久住安稳，度脱一切。这是请佛注释。怎样随喜呢？智者大师说，随喜者名为庆彼。佛即三转法轮，劝转、示转、正转，众生得三世利益，过去、现在、未来。我住彼喜，又我应劝化令其生善，其善自生，是故我喜。喜三世众生福德，人天福德善，三世三乘无漏善，三世诸佛从初心至入灭，一切诸善我皆随喜，亦叫他喜。如买、麦香、旁观三人同熏，买香、麦香、旁观的人，三人同得熏受香气，能化、受化及随喜者，三善均等，观众生祸，甚可悲伤。观众生善，应大恭敬，心常不清，深知众生具正、缘、了、正因、缘因、了因三因佛性，一切众生悉皆具足，即虽未发，会必应生，故敬之如佛。何者？未来诸世尊，其数无有量也，此身是随喜意也。怎样回向呢？智者大师说，回向者回众善向菩提，一切贤圣功德广大，我今随喜福意广大，众生无善，我以善施，使众生以正向菩提。又不取不念，不见不得，不分别能回向者，所回向处诸法皆妄想，和合故有一切法实不生，无以今当生，无以今当灭。诸法如是，我顺诸法随喜回向，如三世诸佛所知所见所许，是名真实正回向，亦名最上具足大回向。怎样发愿呢？智者大师说，发愿者是也，二乘生尽，故不虚愿。菩萨生生化物，须总愿别愿，四弘是总愿，法藏弥陀四十八愿，华严普贤十大愿王所说，一一善行陀罗尼，
皆有别愿，若能勤行无悔，住开关门，一心三谛的道理，豁然开朗，如对明镜，于一切色相了了分明，于一念中圆解成就，正信坚固，无能移动，这便是第一随喜品。从此进修，便可进入第二读诵，第三讲说，第四兼行六度，第五正行六度诸品。无悔法门以忏悔为首，行人要进入佛门，必须先从忏悔入。这无悔法门非但出随喜品要这样修习，自因位之初到因位之极，都需要这样修习。这个随喜法里面啊，随喜读诵讲说啊，这最主要的无悔法啊，智者大师啊，实际上在摩诃止观里用的更多篇幅啊，我们净权大师也很那个，我们同时也学了偶一大师啊，前面的偶一大师也特别强调这个无悔法门的特别这个忏悔啊，啊，我们还记得学的时候忏悔这个用什么做法忏、对手忏、实相忏，对不对？对手可以灭已犯的罪啊，已犯的戒啊，做法可以灭，就是说性戒啊，过去已经过去世的啊，这一生的福禄寿，通过忏悔可以延长寿命，消灾免难，延长福禄，增长福禄福寿。实相呢，可以灭无始以来的根本罪堕啊。就是实相忏啊，就是他那个啊，所以这次2月19我们那个叫什么忏，哎，这就是做法忏啊，做法忏就是可以灭过去世的这个罪。我们半月说戒，实际上那个就是对手忏，包括平时啊，包括我们做早晚课啊，包括像刚才你们念错的地方说啊，向大众忏悔，念错，这也是叫忏，以大众为对境啊，然后我刚才又念错啊，向大众忏悔，这一下哎，你念错的罪就消掉了，这也叫对手忏，因为大众以大众为对境啊，以身宝为对境，这个是忏罪非常好的一个方便啊，所以身宝是众生福田。除了是福田，也是忏罪的对境，消罪业的对境，增福报的对境，得加持的对境啊，所以身宝有这个啊，身宝是啊，那个功德是哎，说不能尽啊，那地藏十轮经里面那是佛陀亲自赞叹这个身的功德啊，那简直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法的功德，一个身的功德，用十卷来讲这个，那最后也是讲到念佛。所以这个无悔法门里面第一个就是忏悔啊，哎，忏悔，总的来说不管用哪一个，最后就是得清净，对不对？就是清净的大小不同，一个是现在我所造的罪得清净，还有一个呢就可以清净我过去世的啊，还有可以清净我无始以来啊种种的罪，从极恶的罪都可以净化掉。像金刚萨埵百智明，既属于做法忏，但是又属于实相忏，因为百智明的本尊身也可以作为是对手忏，他这个是一个就具足了这三个的三尊的，对着皈依境，所以可以净化别解脱界、菩萨界、三灭界的所有过患，乃至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犹如以服恶毒药，我今生生发怒忏啊，那个也可以净化。好，下面第九能安忍。第九能安忍，
既以明之谓次，再能安忍内生的逆缘，便可以从五品位进入十信位。内生的逆缘是烦恼业等，从内来破，当用内三数对治，便是观烦恼等业等当体即空即假即中，能用这内三数决定可以对治内生的逆缘。要从五品位进入十信位对治内生的逆缘是极为重要的事。第十，离法碍。以修观不思议境乃至能安忍的九法，应可从五品位进入十信，而登圆教初住，在十信相似位中得六根互用的功德，如眼根能作耳、鼻、舌、身、意的五根佛事，耳根也能作眼、鼻、舌、身、意的五根佛事，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也各个能作其他五根的佛事，这是六根互用。又初信破见惑，七信破思惑，十信破尘沙惑。若爱着这十信相似位的功德，不求圣进，便不得进登初住，名为顶堕。虽名为堕，其实也不会再堕落到凡夫二乘位去，不过没有进步，便名为堕。犹如帆船，中途风息，不进不退，名为顶堕。若破法碍，便登初住，分身百界，示现成佛。所谓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所有功德，唯佛能知。那你看，这个以修观不思议境乃至能安忍的九法，啊，这个就这已经很厉害了啊！应可从五品位进入十信，而登圆教初住。啊，这里面就从十信位里面就十信相似位当中啊，就讲了这个十信位的这个功德。你看，能够六根互用还了得？哎呦，六根互用，你看在《法华经》里面就讲到很多嘛啊，怎么六根互用啊？这往这一走，好，这地方有福藏，里面埋的有金银财宝，你就会知道啊。这个地方有福藏啊，佛先佛留下的法宝啊，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啊？有什么因缘啊？过去的啊，现在的，未来的啊，这个以清净肉眼就会得无碍的啊见。所以对六根互用的这个，在《法华经》里面说的比较多。但是这里面讲到有法碍。那我们得六根互用了，有时候我们就会哎呀，这个这么好，就会贪执在里面嘛，一贪里面就好了，就这个虽然也不会堕落到小乘和凡夫地区，但是对于他来说就是对进取上面的力量就小了嘛，所以一个人就不进步了，不进步也是一种堕落，对吧？Thank you.
初住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从此破四十二品无名，正四十二分法身，登妙觉位，这都是法身大士的境界。教中所论进修次第，乃是从凡夫地到初住位所用，初住已去，就不需要再用这些方法了。所以这里，因为这是法身大事的嘛，所以对我们也没啥讲头的，最短了，啊，三句半，概括了，从初住啊，登初住，每一住就啊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的，啊，嗯，所以从此破四十二品无名，就正四十二分法身，登妙觉位啊。所以法身大士的境界啊，哎，对啊，就是从这个顶上来看啊，就众生的无明啊，众生的无明啊，啊，你看我们学藏教的时候还不提无明啊，只说见惑思惑，对吧？什么尘沙啊、无明啊，轮不到的，对吧？到通教才讲啊，到别教才讲到什么啊？这个真的就讲到无明。在通教只讲到尘沙，好像啊，对，但是从原教的上面啊，从法身大士回去看，跟众生的无明啊，这个就是什么？众生无明乃法界体性啊，法界体性啊，所以这个从法性上它是不动不摇的啊。你说法性身需不需要之证？不需要的，就像本觉一样。本觉在理上的话，这本觉就像理即佛啊，这理上来说都是具足的，本觉上也是都具足的。所以从他说啊，我们放生的时候就说啊，无明无性本是诸佛不动之体啊，这个是从原教的角度讲的。所以你看我们放个生实际上很深奥的呀，无明无性，这个实际上是指法性身破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无明成法身的时候，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还有一个智就是法界体性智。这个就是从原教的他看到众生份上的这个啊，为什么啊悟到这个为众生皆可度呢？就是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实际上这个跟本觉啊，跟理即佛啊是比较像的啊。哎，所以但是需要修的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是需要那个的啊。也就是说法界体性智是需要悟的，是需要去悟得的。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是需要去证的啊。就像本觉一样，本觉要不要证啊？本觉不需要证，本觉在理上它就是具足的。始觉是要啊，是要去修的，哎，对不对？哎，就好像法身一样的。从法身的角度上来说，法身是不是变一切处啊？是不是也变众生一处啊？也是变众生处的。法身实际上它从理上它是变的，周变的。法身德实际上它称为叫什么？性德，对吧？般若德和解脱德才是修德啊。所以说破无明正法身，这也是属于修德啊，这是需要去修正的。但是法界啊，法界体性智啊，法性身，这个是要悟的啊，所以这正是众生得度的因，得度主要的缘。所以说众生可不可以度啊？众生可以度的，哎，因为众生都有这个基因啊，众生因为诸佛的法身是变异切出的，在众生份上也不减。只是众生迷而不觉，虽是迷而不觉，这是无明，但是无明本性啊，无明的本性，它就是法界体性啊，法界体性，哎，所以无明无性，无明不是实有法，对不对？它的区别就是无明，就是只不过缺觉照，对不对？
觉悟啊，觉悟到的话，他就是啊，就是妙；不觉悟，就是呆呆的轮回法，对不对？甚至是苦、逼迫性，哎，哎，是急、感召性啊，都从这里来啊。所以无明起惑业，惑业感轮回，就这三个发动机，三冲程的。那轮回图就是一个贪嗔痴，贪嗔痴断了呢，吃，然后就贪，贪就嗔，就嗔就吃，吃贪贪嗔，就是咕咚咕咚咕咚六道就这样转起来了。实际上就是无明起惑业，惑业感恶报啊，就这么一个，就这个三个轮子。那无明是什么？无明能不能破？无明能破？无明是一定的吗？无明不是一定的。那破靠什么？破需要大因缘。什么是大因缘？善知识者是大因缘。哎，善知识者是大因缘。哎，所以阿底峡尊者来到了藏地之后啊，也碰到了一位尊者，那位尊者也是那兰陀大学的呀，啊，一位大班智达。啊，因为到了藏地，本来到藏地弘扬佛法的，结果到了藏地之后翻译死了，翻译死了好嘞。不要说他是大法师了，那普通人要个饭都要不到。后来打工，给别人家放羊，放了几十年，结果碰到了阿底峡尊者进藏了。阿底峡说：“哎呦，你怎么在这里呀？哎呦，这是消失了，到哪去了呢？你怎么在这放羊呢？”啊，那、啊、两个人都，哎呀，那个相谈甚欢啊，高兴坏了。啊，那他就问他了：“那你会法上面呢？你还记得吗？”啊，他一都说：“哦，哎呦。”说你这对法的理解这么好啊，如果你这么好，这我都不需要来了，给你派个翻译就行了。但是最后阿底峡尊者他说：“尊者啊，你能不能把这所有的法在一座当中就可以修啊，一座当中就修，对不对？你讲了那么多，那我们修怎么修呢？怎么在一座当中就能受用呢？”啊，结果他又分析分了倒了一大圈。阿底峡尊者听了就不满意了。说前面理论说的什么都对，就是说在一座上修讲的回答不对。他说哎呀，看来我还是要来呀。啊，那一座上是什么怎么修呢？阿底峡尊者一座上要观想善知识。这个善知识者是大因缘呐、啊。能够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在一座上就可以具足修起来的。一座上就可以以三殊胜摄持的啊，这要观三知识和善知识所传的窍诀，这个一座上就可以圆满所有一切教法的总持一切教法。哎，你说我们汉传佛教难道不讲吗？请问我们剃头的时候那个三个皈依怎么念的呀？皈依佛，得菩提，道心常不退，就是你看皈依佛得菩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道心常不退，对不对？那道心不退那就靠什么？在下面皈依法，萨般若得大种持门。种持是什么意思？种持就是于一法中具一切法，叫种持啊。否则你散修修哪一个都够你修个八百倍的，修不完的，对不对？哎，于一法得一切法，哎，皈依法萨般若，啊，得大种持门，皈依僧悉僧论同入恒河海，同入恒河海干什么？啊，同入恒河海干嘛？哎，同入恒河海，所以说这个悉僧论大家要恒河在一起啊，哎，在我们戒律里面就有嘛。同一思学如水如何，实际上这个出家的时候念的这三皈依，这个是窍诀，所以平时不念的，这就在出家的我们出家人平时要念，这就是秘密修的，知道吧？皈依佛得菩提，道心常不退，皈依法萨般若得大种持门，皈依僧悉尊论同入恒河海啊。所以这个阿底峡尊者啊，说这个还是有必要。但是阿底峡尊者进了藏区之后，
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说三皈依和说五戒，因为建立信仰是三宝的基础，对不对？因为大多数人还非佛教徒呢，学习佛法第一个就是成为佛教徒，三皈五戒啊，他一生当中主要的做的反而是这个。虽然说他啊，这个所有如来教法就在全部在他的身上都有啊，他你看又是纳兰陀寺又是超界寺的住持，身兼两个最大的寺庙住持，都是他每一个法的传承都是他，都是法主。哎，所以像藏地在印度哪一个这个法的法主一死了，他说这个法就再没有了，这个世界法主没有了，都在他那里，他就觉得很可惜啊，这个印度就没有了啊。甚至他有一次说啊，你看说今天啊，印度某某尊者修喜金刚成就的人堕入声闻境界了。哎，他弟子就问了，修喜金刚的这是大菩提心的，我、哦、那个那么就具有远见的人怎么会落入二乘呢？啊，他就是以二乘心修喜金刚的。哎，所以这就是法，你说是大乘是什么乘，看发心的呀，也不是修多少殊胜的法，你对不对？二乘发心，不要说二乘发心，我们现在连初心都没有的，我们当气功练的，那本身就世间法，你叫他修破瓦法，他修的是佛法吗？难道他能修的大圆满吗？他修的是二乘法吗？有的连初心都没升起来，练气功练的修的破瓦法，你说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不是还是指世间法吗？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修那么殊胜的法，最后取的境界却是很低的一个境界啊，一个有余涅槃的境界，啊，入声闻成定了，哎，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从助念也是这样啊，一个会念佛的人啊，碰到别人去世了。不管他学佛不学佛，我们就给他助念一下啊。这个人是福报很大的，他一生没有怎么学，或者是学了啊，最后还有同修来帮他助念，都是福报很大的啊。那比如说一个声闻称的，一个声闻称的他入寂灭了，哎，请问如果有声闻果位的人来帮他，这个时候也帮他入定，送他一程，对他有没有用？是有用的。如果是个大乘菩萨来送他呢？哎，那更有用的。那也有的他入灭尽定的时候他就入的是小乘的，那有的大善知识来他就催他不能从这个定，就让他换啊，从这个定里要出来，要进入更甚深的啊菩萨的这个见地，或者是大圆满的见啊，从一个声闻称的偏空的一个寂灭，哎，把它催发出来啊。有的人他入定了，他不知道自己死了，他也在入的定，那一入有很久的，对他来说很久的，那有大善知识就会把他提醒他啊，不要不能要调频道，不能从这个频，不能在这个频道里换频道。所以这个，所以助道因缘是不是很重要啊？很重要的啊。你看我们天天说法是不是也是啊？哎，就是师徒一场，我也不通过这些经论把我所有听闻见识到的思考的告诉你们，你们你说在一起，你吃你饭我吃我饭，大家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早一点告诉大家，大家就不会走弯路啊，一个弯路不知道多少年的，百千万亿年就过去了哦。所以大家哎，有用没用反正就是聊聊天吧啊，借助我们这个天台中纲要，这么殊胜的，像净权长老，他老人家真的在面前也很难再说出比这个好的，啊，所以这么殊胜的一个啊教法，所以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啊，明天呢把这个结论部分再学习完啊，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西方极乐
经大慈大萨为伴侣。今天是十五啊，我们本来不杀的啊，就以讲经呢，我们学这个啊，学教的这个来啊，就是因为这个很重要嘛啊，供养佛陀啊。同时呢，我们不杀的呢，我们念百字明啊，百字明念三遍啊，忏悔这半月的所有罪业，生苦意的罪业啊。Om Bansa Sadon Samaya Manu Palaya Bansa Sadon Dino Bhanti Cha Che Cho Min Bhava Sudu Kayo Min Bhava Subu Kayo Min Bhava Ano Jato Min Bhava Sawa Sadama Min Sayaka Sawa Gamma Shudza Me Shidang Siyang Guru Hong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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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Bhagavan Sawa Dandanga Banzir Mami Manza Banzir Bhava Mahasamaya Santo Aum Banzir Sato Samaya Manu Palaya一刹之中没把握四度开有没把握四不开有没把握安乐十度没把握三万四度妈咪在下在三万干嘛四扎咪谁能夕阳不如红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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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班子妈咪们藏班子巴王马哈萨玛雅萨多阿嗡班子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班子萨多迪诺巴迪查却说咪巴王斯德卡耶咪巴王斯波卡耶咪巴王阿努沙多咪玛瓦萨瓦斯德玛咪萨瓦扎萨瓦嘎玛苏扎咪追丹西扬格如红哈哈哈哈哈巴嘎瓦萨瓦丹塔嘎达班子玛咪曼扎班子巴瓦玛哈萨玛扬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者，名为真忏悔。嗡班萨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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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班扎萨多。啊，我们啊，回向所有历代祖先、历圣父母累及冤亲债主，所有一切有缘众生，海陆空阵亡将士、天灾人祸死亡众生，所宰杀的众生，四生六道九幽十类有寂无寂孤魂等众，那门佛接引往生净土。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Om Mani Padme Hum Om Prum Swaha Om Amida Ayodhati Swaha Om Prum Swaha Om Amida Ayodhati Swaha Om Prum Swaha Om Amida Ayodhati Swaha Om Amideva Ayashita Hongsa Om Amideva Ayashita Hongsa Om Amideva Ayashita Hongsa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
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话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新逢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成一千亿兆倍。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主法。时间11月18日星期一8点半八关斋戒法会，13点半礼拜大悲忏，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楞严经法会，恭请慧信法师领众。日期11月23日星期六至11月24日星期日，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至下午5点。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0627166120，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登册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罚。嗡恨怒陀耶娑哈，嗡恨怒陀耶娑哈，嗡恨怒陀耶娑哈。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